咁我今日主題咧講到百分之百追求百分之百走喺神完美嘅計劃之中。咁咧當然可能哇好難好難。咁我但係咧今日想講就係你進步些少，每日進步些少就得㗎啦。每日改些少就可以㗎啦。咁咧當我哋每日有進步些少咧，你已經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人啦。因為有好多人咧，佢哋係十年如一日，五十年不變。咁咧所以咧。但一個人能夠改變咧，實在係非常好嘅。咁我首先講咧，就係話我哋唔需要完美都可以服侍。啊，雖然我今日想鼓勵大家係追求完美啊，追求更加改善。但係你話哎呀好難，咁咧我就首先一句説話就話唔緊要嘅，你做得唔夠好唔緊要，你都一樣可以服侍嘅。你當然可以改善啦，即係個分別就係個效率同埋嗰個影響力嘅問題啊。咁呢個今日我主要的經文《哥林多前書》九章二十四節，呢個經文所講咧，都有好多基督徒咧係會忽略嘅喎。我一齊讀下：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，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。你們也當這樣跑，好叫你們得著獎賞。凡教力真勝的，諸事都有節制。他們不過是要得行壞的冠冕。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，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，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咁呢個講到一個比賽嘅心態，因為咧喺呢個哥林多咧，其實就係啲希臘嘅地方希臘好出名係乜嘢呢？今日一直都有嘅。是其中之一，但是他現在這裡講的就是比賽鬥獸場，奧林匹克的運動會，他們的比賽到昔日到今日都一樣有的。鬥獸場就一早已經沒有了，那 是羅馬的，但這個就是奧林匹克的比賽，還有他們有這個呢叫做什麼呢，那個長跑，忽然間不成的名字，那個馬拉松長跑，是這個是很出名的，到今天都一樣有的。咁咧呢個講到咧喺賽跑嗰時咧，喺場上都跑，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，即係個個都跑，但係咧只有一個人得獎賞。我哋亦都應該咁樣跑嗱。咁喺神嘅家裏邊咧，當然就唔係得一個人得獎賞，其實個個都可以得獎賞。當我哋付出嘅時候，個個都得獎賞嘅。但係佢呢度所講係一個心態啊，個心態就係我唔想係咁以。這個包括侍奉和我們整個生命的，其實神看我們不只是看侍奉的，因為耶穌在馬太25章那裡講到，他說你有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是有良善有忠心，即是我們的生命的良善是有神的美善的神的好的性情出來，還有有這個侍奉，那是神所喜悅的，那我們應該這樣盡力去做。其實我們個人都有試過盡力過，考試之前咧會好盡力啦，係咪？去見工咧會希望盡力做得好啦，即係我哋有啲嘢咧係會好盡力嘅。個問題就係我哋係唔係整個生命同埋我哋嘅侍奉同神嘅關係，我哋會唔會盡力同埋去提升咧咁？跟住廿五節啦，佢就講到凡係教力增勝嘅咧，都要有節制啦。咁我今日見到阿郭牧師，哇！真係成個好犀利喎！佢減肥成功，非常之特別啦，成個英俊曬喎，真係個面型成個英俊曬。咁咧呢、這個咧就係有節制啦，冇節制咧係好難，即係好難改善嘅。其實我曾經嘅肚襟都大過而家嘅，而家咧都有少少嘅，不過咧。咁咧呢個都係需要節制嘅。咁我其實我唔係唔節制到喎，我係有個困難，因為我血糖比較低啊。如果我嗰時我一定要食嘢，如果唔係我會可能軟啊，會暈啊咁啊。所以呢個令到我咧要食，所以一個肚擔咧有時會大。肚擔。咁但係咧，我係喺屋企咧，我就盡量食少啦。點解咧？喺屋企如果肚餓再食嘢啊嘛。咁呢個都係一種節制，即係話點樣唔被影響，能夠掌管自己嘅生命。咁而佢哋咧係要得能壞嘅冠冕，但係我哋得係不能壞嘅冠冕，係永遠存留嘅，係永永遠遠喺天上永遠存留，同埋今生神亦都各樣嘅賜福嘅。當我哋咁諗嘅時候咧，實在太好啊！咁我亦都希望大家時時有一個心態，
如果你在地上見到一個人好像耶穌那麼好，是那麼好而且經常幫我們的，我們會不會心裡面覺得非常之開心啊？即譬如找到一個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哇，那些質素好像耶穌那麼好，我們一定會很開心的。但我們現在有一個是必定會對我們好的，耶穌真的凡事對我們好，而且祂有能力對我們好，世上的人都不能夠凡事對我們好的嘛，但祂凡事幫了我們，我們會不會說，哇，我真的要追求在耶穌裡面的，竭力追求呢？我希望大家都會竭力在神的裡面。其實呢，在神裡面都包括我們任何一樣東西，包括我們讀書啦、做工啦、包括我們跟人相處啦、包括我們關心人啦、傳福音啦、建立靈命啦、建立教會啦、帶領小組啦、參與小組啦、跟父母相處啦、跟人的笑容啦、跟人的關心啦，全部我們都說，神啊，求你叫我們做得更加好。如果我們能夠這樣的時候呢，我們就是向著這個為了耶穌的緣故，就不是為了自己緣故。有些人都很竭力的，竭力什麼呢？我要賺多些錢，那他的竭力的方向錯了。但如果我們的方向是為了神的緣故呢，神是必定喜悅，那要得到不能壞的觀念。然後呢，所以他就說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。其實有很多人的侍奉都很努力的，用了很多心機，但是呢果效不多，他的生命都不強烈表現出來。所以其實他是雖然他奔跑，但他無定向的，他這樣的時候他是浪費了他很多的時間。他說呢，我呢鬥拳不就打空氣的，譬如有個人他跟人鬥拳，他出拳100次，但次次是亂打的，打空氣，那個人站在那裡不斷打，不斷打，你打什麼？我這樣經常打，希望他撞過去嘛，即這樣的時候 是沒有作用的。咁咧，保羅就講到啦，佢話我係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叫我整個人服。服呢個我咧，就係呢個新性情嘅我，唔係服呢個舊性情嘅我。我哋有舊同埋新性情，服呢個神喺我心裏面嘅感動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全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咁我今日所講咧，就係話好似真係得獎賞的一個人咁嘅心態去跑啊。咁咧，我自己咧喺中學嘅時期咧，我咧又有有時跑長跑啦，同埋咧鬥波。咁我係校隊嚟噶，打壁球。哇！咁我打壁球校隊咧，我哋真係咧係非常之集中嘅。咁我試過點樣咧？同一個人打，而且我哋打多數係外國人嘅。當時嚟講係，我哋其實冇一隊嘅對手係中國人嚟嘅，全部都係外國人。因為喺嗰個年代咧係冇中國人一齊打，即係好少好少啊。咁而壁球隊係全部都係外國人。所以佢應該係公開嘅，即係話任何公呢個香港嘅人，咁咧就不同程度嘅，咁我哋參加即係不同等級。咁我哋參加嘅時候咧，哇！有啲好大隻佬喎，即係佢好犀利嘅喎，好大力嘅喎。咁我試過咧打波咧輸，即係5-3，我輸咗2盤。但係我個心咧堅決一定要，即係唔能夠輸落去嘅，同埋點樣揾策略。咁我試過用不同嘅策略，有時咧用咩策略呢？就係縮波啊！即係佢哋就好大力啊！你同佢鬥力咧係冇人打得贏噶，但係咧縮波咧佢就追唔到。咁呢個咧係曾經咧，我記得係我輸咗2盤，但係咧我居然咧可以追翻3盤，贏翻佢。即係呢個咧就係嗰種嘅鬥力啊！同埋凡係賽跑、長跑咧，大家知道啦，你跑到最後嗰時係你係好攰嘅。是很累，但是有些人是很累不跑了，但是在那時候就是最重要衝刺的，就算很辛苦都要衝。這一件事都是我在當時操練培養了這種心態。所以譬如我打波或者去行山，其實行山通常來說對我是不累的，因為根本我已經做慣了體力運動。以前我打網球時3小時打單打，但是我一樣咁有時會攰㗎，但係咧我一樣竭力去打，即係個身體咧慣咗用力啊。譬如我哋練掌上啦，練啞鈴啊，我細細個已經練㗎啦。咁一練嘅時候咧，總係再逼自己再做多啲，再做多啲。我當時嚟講，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身體嘅操練，但係我後來發覺呢個原來影響我成個生命㗎。嗯，我到今日都一樣㗎。有啲咩事情，有咩困難？有啲咩人嘅問題，我係竭力面對，
無論咩人嘅問題，我唔會將佢放在心上。我竭力就係點咧？唔俾佢影響。有啲人竭力就係點咧？竭力要憎佢，竭力猛到諗佢啲唔好嘢，竭力要講衰佢。嗱，呢個就唔啱嘅，呢個唔係聖經嘅方法。我係竭力唔俾佢影響，佢嘅問題我唔使俾佢影響。同埋侍奉有困難，點樣能夠衝破呢？我亦都盡量同嗰啲教牧溝通，點樣能夠更加幫助呢個教牧喺呢個教會侍奉更加發揮呢？點樣能夠幫助啲教友更加發揮呢？所以我去到宣教嘅時候，我時時同嗰啲教牧傾，我話最重要嗰個人物係你。之後你點樣能夠保持呢個聖靈嘅充滿，保持侍奉嘅能力，保持呢個侍奉嘅方向，你嘅生命就會被提升啦。原來呢個咁嘅心態，我當日咧就一路傳流到今日都影響我噶。譬如考試，大家都有試過考試，香港考試咁啊，要好快噶嘛，係咪？即係你要幾多時間你要寫哇？咦，仲有幾多時間？哇，仲有咁多條未答，快啲 review 即係你總係會竭力嘅。咁但係好多人咧就喺考試嘅時候就會竭力，到長大之後咧就已經放曬皮啦。得閒咧就坐喺度挨下 sofa 睇電視，睇幾個鐘頭。即係個生命好隨意嘅，咁所以咧個人咧係冇乜點樣發揮。咁我今日求主幫助我哋每一個人都話神啊，我嘅生命可以極度嘅提升嘅。嗱，我用呢個球賽啊，我中意打網球嘅。祖高域係世界冠軍嚟嘅，佢而家贏得都幾輕鬆嘅，即係佢同其他嗰啲對手打咧贏得好，即係都好多嘅。咁第二咧，世界排名第二就係梅利啦。咁啊，拿度曾經都係世界冠軍，但係而家就唔係啦，而家可能排第五名嘅。嗱，呢都係非常之高度嘅即係打網球打得非常好嘅一啲嘅球員嚟嘅。咁右手邊個咧，即係代表一啲其他嘅球員啦，或者好多教練，其實佢哋打波打得好好嘅喎。但係點解係呢幾個人打到最頂尖咧？點解其他人打唔到頂尖咧？其實有啲地方佢哋都好似嗰啲冠軍嘅喎，即係佢唔係樣樣都差曬嘅喎，佢係爭咁啲嘢嘅啫。嗱，呢度講到幾樣嘢啦，信心啦，佢打波有信心。譬如佢一出場佢就話：，哎呀，今日輸實㗎啦咁。我對住世界冠軍實輸嘅，咁佢就實輸㗎啦。佢要對住世界冠軍，佢都要盡力打嘅，唔怕出界，即係要竭力咁樣打嘅。球技咧個技術的而且確重要啦，勇猛啦，好勇猛向前去啦，有策略喎。你亂咁打都冇用喎，打波有個策略係咩咧？打去嗰個人唔喺度嘅地方，你打喺個人喺度，咁你好大力打喺佢都可能擋翻轉啦。但你打喺佢唔喺度嗰度咧，佢就追啊嘛，係咪？咁呢個都係一個打波嘅策略，同埋亦都有長短啊各樣嘅方法去點樣打嘅，同埋投入啦，即係譬如佢練習投入，佢打嘅時候投入，呢個都係好重要。嗱，同樣侍奉一樣喎，侍奉人一定有信心，就係話我相信神係幫我，神係愛我嘅。神睇重我，我生命又寶貴，我可以為神大大嘅發揮，呢個好緊要。但係好多人咧就點啊？喺侍奉嗰時咧，就覺得，唉，神都係唔中意我，我都係不及人噶啦，都做唔到。有好多人咧，成日喂啲唔好嘢俾自己食嘅喎，就成日都話，哎呀，冇人中意我，啲人又排斥我啦，就唔知道不知不覺將好多唔好嘅入咗裡面。咁其實我點解會處理裡面咧，盡量正面咧，就係從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。我發現一祈禱咧就有喜樂，而有人講啲負面嘢，即刻令到我負面啦，同埋令到我失咗喜樂，所以我就話我一定要處理，唔俾佢影響。佢講乜都好，係佢嘅問題，係佢嘅罪性嘅問題，唔係我嘅問題。如果我有錯，我認錯，我去改，我係竭力去改嘅，任何一樣都唔好俾佢攔阻。當我咁樣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咧可以時時停留喺喜樂、平安同埋正面嘅狀態，呢個係我時時刻意去做嘅。咁呢個係即係感謝神咧，我聖靈充滿之後，我係神咧提醒我咁樣做法。咁啊信心啦，恩賜都係好緊要喎，即係神，但係神個個人都俾恩賜，不過你有冇發揮，有冇操練？你冇操練咧，你有恩賜都操練唔到，發揮唔到喎，即係發揮唔到出嚟。有勇氣啦，唔緊要嘅，傳福音人哋拒絕唔緊要嘅，我可以做得乜嘢我就做。有策略嘅喎，點樣策略咧？好似譬如我而家咁。我去到不同國家，啲人都好歡喜嗰個教導，覺得好有幫助。咁有啲甚至話都未聽過咁嘅教導，可以同神咁樣享受神，又可以咁樣喺聖靈充滿咁樣使用嚟傳福音啊，建立靈命啊，又點樣處理生命，佢又覺得好實際。咁我又感謝神咯，呢啲策略其實係神俾我，唔係我自己諗出嚟，係神教我啊。即係聖靈充滿之後，佢就教我點樣處理，咁我就跟住應用出嚟。我即係神感動我，我就去處理，我就唔會容許呢啲事情
負面嘅留喺我裏面。好啦，而家我既然有咗呢啲嘅神俾我啲教導，我點樣用咩策略去傳開呢？我第一個策略就係嗰個牧者，牧者係我最重要嘅目標。咁呢個我嘅策略啦，去咩國家咧，亦都係求神去帶領，因為神嘅策略先係最緊要嘅。咁喺我嚟講，點樣發揮咧？嗱，我可以咧，即係做埋啲無謂嘅嘢咧，嘥曬時間喎。咁我亦都可以做一啲有意義嘅嘢，影響力就可以好大。同樣你都一樣嘅，即係你唔使話，我都未似牧師咁有牌都未到，咁咪唔使諗住啦。咁唔係嘅，你而家今日你可以做得乜嘢你就做咧，神就會用你嘅策略咧，同埋投入。神喺我哋心中有幾重要呢？其實神係超越一切嘅。當你嘅心中睇到神，你自然咧，你嘅生命就會提升出嚟嘅。好啦，嗱，而家有好多嘅方法交通工具啦嚇，右邊嘅呢個高鐵啊之類嗰啲，哇，真係好快，哇，一陣間就可以好短時間可以去到北京，即係呢個係以前好耐嘅。咁咧，同埋當然飛機仲快啦嚇。咁咧就不過地鐵啊，呢、這個高鐵咧就少咗等飛機嘅時間，即係去到飛機場你唔使咁耐，去高鐵站唔使咁耐。好啦，左手邊嗰係只馬，嗰只馬跑下跑攰曬啦。哇！那個高鐵嘣一聲已經飛過地方，佢跑一下佢可以攰到唔喐得啦。即係話有好多人都付出好多代價，其實喺教會好多人咧。他付出的時間和代價跟我比較可能不是少很多的，他都是付出很多時間的，不過那一刻很不同。那就爭在什麼呢？爭在跟神的關係，爭在從神領受的策略，爭在他處理生命，爭在他是不是向正目標，是爭在幾樣東西的。那他的分別呢是可以很大很大。我這裡一個圖畫，這個一個表示性的藍色的就代表一個人，他是有聖靈的能力祝福一個人。白色的就代表一些其他的信徒。左手邊是第一個經歷聖靈。經歷聖靈，其實在聖靈恩膏的人，他們的經歷聖靈程度是不是高過一些其他 的多祈禱的人呢？未必多很多很多的，是多出一段，不過不是未必多得很緊要緊要，即是分別是有的。還有跟神的關係有沒有分別呢？是有，但係個分別係咪好大呢？又未必係大得好緊要。有啲人都的而且確活在神嘅愛中，成日享受神，成日愛神嘅處理生命。咁可能佢即係普通人都有處理生命，不過咧又係有啲地方係甩漏啊。委身嘅程度有幾多咧？侍奉嘅能力、學習出嚟嘅能力、操練嘅能力、恩賜有幾多咧？同埋咧最後膽量啦，放膽去做。嗱，每一樣係爭少少，不過加埋個果效咧，你估相差幾多倍咧？是可以千倍、萬倍、百萬倍、千萬倍，可以咁大喎？點解咁大呢？就算我而家咁，我每次聚會影響好多人咧，我不斷咁去咧，影響嘅人數都可以好大喎。同埋我盡快寫到書出嚟，尤其寫免費嘅電子書發出嚟咧，就好多人可以免費睇到咯。嗰時候嗰個影響力可以好大，比較我以前咧都係做緊牧師喎。但係以前做緊牧師嘅時候，個影響力係唔係咁大，唔係咁能夠影響到人咧，完全委身侍奉主嘅，係我哋可以影響力好大。咁你唔好話牧師先得，其實你一樣得嘅。你時時都有喜樂，你可以時時影響人。你個話語時帶住能力，你可以影響人。你為人祈禱，你可以影響人。即係我哋每一個都可以高度嘅發揮嘅。你同隔離嘅講，你可以高度嘅發揮。比而家強幾萬倍嘅，你嘅發揮，你嘅發揮可以比而家強幾萬倍，係強 N 倍 ，N 倍可以一萬倍，係啦，嗱 N 倍可以係幾萬倍，都可以一倍。好啦，嗱呢個圖畫有個人拎住好多嘢，所以佢行唔到啊。第一同神關係唔好嘅時候咧，咩嘢都行唔到，即係其實你做幾多嘢都好，你同神關係唔好咧，行唔到。而同神關係咧，其實最緊要係信心。信心跟住就親近神、愛神、遵從神。嗱，點解信心第一咧？好多人就咁嘅，哎呀，我又犯罪，我又軟弱啦，我又做得唔好啦，跟住咧就哎呀冇力啦，神唔中意我啦。佢就總係覺得做得唔好咧，神就唔中意佢，神就唔俾機會佢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就覺得好慘。有信心係點咧？就算你軟弱咗，你就話：當我悔改，神一定赦免我。
當我肯聽神，我話神今日就加我力量，我親近佢，我今日就有力量向前行。呢、這個就係信心啊！即係唔係話我哋要做得夠好啊？當我哋做得夠好嘅先至有力咧，我哋好多時發覺自己未做得咁好。當然做得好係好嘅，係非常重要，親近神係重要嘅，信心係最重要。因為我見過太多人話：，哎呀，我又軟弱啦，我又冇力啦。即係呢種情況咧，我聽好多好多，成日都係咁講俾我聽。咁佢通常都話我冇乜祈禱啦，祈禱冇力啊，唔識祈禱啊，啊睇聖經冇心機啊，即係通常都係咁啊，睇唔到咩嘢啊，啊或者甚至傳道人都會嘅，哎呀侍奉困難，冇曬力啦，而家冇果效啦咁。呢種情況我聽過好多好多，咁我就同佢講話冇曬力，而家依靠神咪有力量咯。你做得唔好，即刻悔改，耶穌幫我，你咪即刻可以改變咯。即係其實即時悔改，即時依靠耶穌，耶穌就一定起，因為聖經話咗啊嘛。憂傷痛悔的靈祂必不輕看，祂一定不會輕看。當你親近神，祂一定親近你，事實上是神親近我們先的。所以這個信心，相信神永不離棄我們，一起說，我相信神永不離棄我，神時時尋找我，時時感動我，我不聽話的時候，祂都時時在感動我，所以我可以時時相信祂是愛我的。神嗰度係唔難嘅，啊！呢、這個信心第一，第二就係親近神啦。一親近神咧，有神嘅話語同埋常禱告咧，你就恆久有力量啦。然後你做得幾好，下一步有啲人咧就睇我全方又唔得啦。嗱，呢個其實下一步唔係最緊要噶，最緊要係我哋親近神係最緊要，即係信心，跟住就親近神。咁然後先到我哋做啲嘢做得啱唔啱？咁你做得唔啱，你咪悔改啦，即係就唔好睇自己，哎呀果效唔夠好啦，就唔好睇呢啲。好啦，另外影響人好多，好多人就情緒啦，因為咩事發生，哎呀佢又對我唔好，咁咧就唔開心啦，或者冇方向，唔知去邊度，或者係懶惰，成日坐攤喺個電視機前，攤喺個 sofa 嗰度，或者俾人影響，哎呀佢又對我唔好啦，啲人唔睬我啦，我屋企人鬧我啦，哎呀我真係冇曬人生意思啦。佢都成日鬧噶啦，佢成日鬧咁都我哋，佢成日鬧我人生冇意思咩？佢鬧係佢嘅習慣嚟噶，係佢嘅捆綁嚟噶。我哋憐憫佢，因為佢由細到大俾人鬧，所以佢嘅習慣就係要鬧人，所以我哋唔需要俾佢影響嘅，或者膽小冇膽量去向前啊。嗱，呢啲其實都應用喺我哋整個人生所有嘅一切嘅事上。點解有啲人咁卓越？點解係咁難咧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啊！咁啊，真係發覺係喎，三歲定八十。個小朋友細細個成日扭計，大個都扭計喎。佢個諗嘅方向唔同啦。佢話：啊，我唔煮飯啦，啊，我唔得嘢啦，我唔睬你啦。喂，即係都係扭計，不過細個扭計咧就唔同，就扭掠地喊。大個唔會掠地喊，但係咧大個咧就會一樣用呢啲方法。你發覺有啲人好大個都係扭計嘅。個人咧係有恆心，佢細細個有恆心，佢大個都係有恆心嘅。佢細個係情緒化咧，佢大個又係情緒化嘅，咁所以中國人就話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但係係咪真係不能改呢？其實你只要向前改，一日改些少係可以改得到嘅。其實我自己嘅本性唔係好似我而家咁樣嘅。其實喺呢、這個九型性格咧，我係應該主要係屬於第五型性格。直情啦。五型性格咧係思考型。同埋咧，係喺自我自己嘅世界，會比較唔係好理人嘅。但係咧，我係衝破呢啲嘅障礙，我係會成日理人，我成日關心人嘅，即係呢個係衝破到。同埋我唔係淨喺自己世界，我成日諗，好啦，我經歷到呢樣嘢，我有呢個世界喎，神同我關係，我點樣去發揮出嚟？即係呢個就係我刻意衝破啊！在五型性格的人通常來說同人的關係未必那麼好，但是神又給我真的關心人就同人的關係都好，即是可以改的。而你咪書十三章廿三節一起讀下，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？靠豈能改變斑點呢？若能，你們這習慣行惡的必然行善了。嗱，呢個講到咧，因為佢啲人好唔聽話，唔聽話所以改不到。他話古實人即係黑人啦，能夠改皮膚咧，變咗唔係黑人咧。嗰啲炮可唔可以改顏色啦？知道個圖畫，嗰只炮睇下換第二件衫得唔得咧？雖然好多件都冇得換嘅，能唔能改咧係好難改。
其實有些基本性格我們可能始終一樣，不過你可以由不健康型改到健康型。譬如完美主義，他始終是追求完美，他可以由成日啰啰嗦嗦、吟吟沉沉，有些完美主義是這樣啰啰嗦嗦、吟吟沉沉，轉為怎樣去用正面幫人提升。這個都是完美主義，我都是其實有完美主義的一部分，就是我都想人提升的，但是我呢是用耐性的方法，就不會敏感怒從的。這個就是由不健康轉到健康的。譬如感性型，很多人呢哎呀很情緒化，他可以由感性呢，即是說他很煩，成日都很低沉，變做他呢敏感到人的感覺，於是很能夠關心人的感覺，他能夠敏感到自己的感覺，又能夠處理，即是他雖然是很感性，很多東西都很能夠有感觸，但是他能夠呢在這些感觸裡面是正面的情緒的。其實我自己都有第四型的性格，因為呢我發覺我能夠這樣怎樣感受神，耶穌你真是愛我，你真的愛我很重要，即這個都是感性的性格。我是很多東西我都會感受到感覺，即譬如說我小時候我聽到那些二胡聲我就想哭，我呢就聽到古仔那些人很慘我又會哭，即這個我小時候有，但是我發覺我做決定是理智為先的，即第五型為先的，但是的而且確我裡面也有感性的一面，但是我感性你很少見到我在這裡，哎呀很慘，哎呀啲人唔睬我啦，哎呀啲人拒絕我，你好笑，即係你冇聽過啲説話㗎。有人一話俾我聽呢樣，唔緊要，即係唔所謂咯，係咁㗎啦，即係周圍都有人係咁嘅，即係我好快處理，因為我裡面咧，我呢個第五型性格發揮出嚟咧，就係裡面嘅 self talk 啊，我自己同自己講説話，去處理裡面咧，去處理裡面所有嘅問題，大家都可以嘅。你就算不是第五型都可以，九型性格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夠九型性格都有，其實九型性格神都有的，全部都有的，不過神是全部都健康的，每一樣他都有個特質的。好了，那我們怎樣改善呢？第一就是跟神的關係，詩篇十六篇第八節，我們一起讀一下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，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這個講到親近神多好啊，行神的路多好啊，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我就不致搖動，不會成日被人影響，因此我心歡喜，我靈快樂，我肉身也都安然居住，心靈快樂，整個身體都舒服，同埋為人祈禱，真係咧，我而家為人祈禱，我去到即係嗰啲願意嘅人咧，係百分之差唔多九，百分之九啊九九，百分之九啊八咧，係即時經歷到聖靈嘅臨在，係可以嘅。咁咧有一啲未經歷，我又覺得冇所謂，我又話俾你聽唔緊要嘅，冇所謂嘅，即係喺我心裏邊咧，我時時都會話俾人聽，唔緊要嘅，唔使用壓力。咁我發覺咧，親近神嘅時候咧，真係成個生命咧。是提升，是有力量的，即使我成日親近神，我發覺我少親近神一樣我缺少力量，所以我是時時親近神，而且你發覺朝頭早親近神，下午又可以沒力量，所以我是由早到晚時時呢行路搭車，成日都會想到耶穌，成日都多謝耶穌愛我的。如果跟神的關係不穩定，就容易耗盡了。為什麼這麼多人侍奉這麼難呢？因為他 burn out， 因為為什麼呢？沒有神的力量，哎呀有人又不接受我了，侍奉又沒有果效，家庭有困難，凡是那些人看這些東西他就很灰心的，經常都說，即有些人他說為什麼，他說我不覺得神愛我，他說經濟又不好，家庭又不好，身體又不好，侍奉又不好，樣樣都不好，神怎麼愛我呢？那我就告訴你，其實神是愛你，神是想在這些問題中幫你，這些問題的來源不是神的來，不是神令到你跟神關係不好，是不是令到你沒有力量，你有神一定有力量，是問題我們跟神疏遠，所以沒有這個力量，所以我們要知道個問題不是在神那裡，是人那裡的。好了，第二就是處理生命，這個有不同的，就是憂愁，右手邊有一種抗拒，不聽話，下面是懶惰，或者跟人關係有問題，即是很多方面的。首先我要知道就是罪性情是攔了我們的，其實這些所有的情緒啊、煩惱啊，這些所有的大話都是罪性情發出的。譬如有些人說我是這樣的啦，我經常都是煩的，我是改不到的，你不是一下子改到，你改少少
你就係講嗱，而家凡人好，我而家我諗住耶穌嘅恩典，我已經唔使諗嗰樣嘢。你而家得勝咧，你就逐步逐步得勝噶啦。即係就唔好話我係咁，我次次都係咁煩噶啦。你次次咁煩，你今次你試下睇下諗下神嘅恩典，神做過啲乜嘢，咁你就冇咁煩。咁喺羅馬書7:23-24講到咧，我哋肢體中犯罪嘅律啊，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，有經文一齊讀下，和我心中嘅律交戰，把我老去，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脱離這取勝的身體咧？我哋的而且確係有一個罪性情，個問題就係你係咪讓呢個罪性情掌管？有好多人就話我唔中意啊，我唔想啊。嗱，呢個係邊度發出啊？係咪神嘅性情發出噶？係罪性情。但係好多人就話，好多人唔知道，我唔中意，我唔想，我要乜，我要乜，呢啲都係罪性情發出嘅。當你係從追於神咧，你係好明顯睇到個分別嘅。好啦，原來我裡面就有一種罪嘅性情嘅聲音咧，係一路同我裡面嘅律交戰，一路要將我老去嘅。咁我哋大家知道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知道咧，我哋就求主耶穌幫助我哋留意到呢啲問題，又唔會俾佢影響啦。雅各書2:10一齊讀下，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眾條。即係話一樣嘢犯罪就影響全部嘅。點樣咧？譬如好簡單，當一個人犯嗰時候，係咪乜嘢都冇曬力㗎？係。又冇心機祈禱，又冇心機同人交往，又冇心機傳福音，又灰心又失望，即係一條一樣犯得罪就影響所有嘅嘢嘅。任何一樣嘢，心中有污穢嘅意念，成個人就受影響嘅。心中裡面有負面嘅諗法，唔中意某一個人，就成個人都覺得唔掂嘅。所以唔好以為一樣嘅罪唔緊要，係任何一樣罪啦，都係會影響我哋嘅。咁而神咧係好中意我哋順從，而悖逆係大罪呢樣嘢，我其實。我知道，但我哋知道有情緒啦。咁你話我係真係出唔到喎，出唔到情緒啊！即係我唔能夠脱離呢啲負面情緒。咁我係無可奈何啊，身不由己啊。咁咧唔關我事喎。但係其實我哋順從嘅時候，我哋就去諗神嘅恩典啦。嗱，詩篇77篇你大家可以翻去睇嘅。詩篇77篇咧就講到佢咧個心煩躁不安啊。他祈禱都犯錯，但他最後怎樣做呢？他有思念神的作為，他就看到是我的軟弱，神是其實幫緊我的。詩篇77篇，大家翻去睇啊。撒母耳記上15:22一齊讀下。撒母耳説：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，喜悅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咧，聽令勝於獻祭，順從聽於公良的之由。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同，凡有的罪與拜偶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咁你講到就係神中意我哋聽佢嘅説話多過一切，所以當你好煩嗰時候，你話神啊，喺呢一陣我聽你話，你幫我啦，嗱你就咁就得噶咯。神啊，我願意脫離呢個情緒，你幫我啦！我依家好冇力啊！神，你幫我咁就得噶啦！你求神幫你咧，你就有力量。但你唔好期望咁樣喎。有啲人就會講：我求咗神嘅，不過都係煩喎。你求咗神，你就開始耶穌幫助我，唔好停留呢個負面嘅思想裏面，停留喺耶穌度。你停留喺耶穌咧，你一停留喺耶穌，你就發覺你嘅生命就會改變，你嘅力量嘅來源噶。啊！憂傷好多人咧，亦討厭憂傷啊！箴言17:22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使骨枯乾。憂傷嘅靈使骨枯乾，成個人都唔掂。憂傷嘅人你睇得到喎，睇到個樣係點啊？嗰啲肉係冇彈性嘅，咁咧就個面係黑黑地嘅。我都白嘅。呢個其中一啲跡象。容易有痛症的，容易腸胃不舒服的，這些是其中一些身痛的。總之凡是憂傷的，整個人一定受影響。求主耶穌幫助我們留意到這些的負面的東西，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去勝過。好了，講說話問題一樣是影響我們的，埋怨啊、論斷啊、攻擊性啊、負面啊、閒話，閒話其實是很少人是能夠指住自己的口嘅，一有啲咩唔開心就好容易去講負面嘅説話。其實講閒話咧，我點樣提醒自己咧？就係我今日講嘅嘢咧，
而家好似冇人聽，其實將來咧係全世界一直聽住我講呢啲閒話嘅。咁所以我而家講咧，諗住全世界播放俾全世界聽。所以我講嘅時候，就算我講關於一個人，嗱，如果講關於一個人，我嘅心態咩咧？我係要幫佢，我點樣揾出方法幫佢？咁咧呢個心態就唔同啦。但係當我哋話，誒、哎、佢真係衰啊，真係，哎呀，真係好難搞啊！呢、這個人咧唔知點算啊，我真係唔中意佢啦。嗱呢啲説話咧，將來就全世界聽我哋喺審判台前咧，就將嗰啲説話咧全部播放翻出嚟嘅。咁所以我哋就知道任何嘅埋怨。以吟吟論斷攻擊性負面，人好易負面噶。哎呀，一有咩困難，哎呀唔得噶啦，冇用啊，哎呀好慘啊，好難啊，都係全部諗負面嘅。咁我哋陳主幫助我哋，其實説話問題邊度出咧？你睇嗰度邊度出啊？口出，喺個口出，但喺邊度出嚟咧？喺個腦，喺個心，其實整個人嘅心裏面咧，就係裝滿曬呢啲嘢咧，就會走出嚟。咁有懶惰啦，懶惰嘅人咧嘅田地咧。無知人的葡萄園點啊？荊棘長滿了地皮，刺草遮蓋了田面，石牆也單啊！呢、這個唔係單，唔係對唔住啊！我查一字啲，不過而家唔記得咗，不過翻去再查過。總之牆都冧咗，就好似左邊嗰啲荊棘咁樣。一個懶嘅人咧，佢嘅成個生命咧就亂七八糟，冇去處理，佢總係就係、是、玩手機啦。玩遊戲機啦，睇電視啦，做眼前佢想做嘅、享受做嘅嘢。時間嘅管理啊，呢個咧，呢個係邊個知唔知啊？伊麗莎白泰勒係死咗啦已經。呢個咧係可以話歷史上嘅即係好出名嘅美人之一啦。佢真係好靚。係啊，老嗰時。老就係再老啲。係仲有再老嘅。但是當幾靚都好，有一日都會不靚；幾聰明都好，有一日都會不聰明；幾有能力，有一日都沒有能力。我們要珍惜而家。譬如有個人，我八十歲才悔改了，八十歲的時候做的事是少很多的，是我們是有些機會是而家有，將來未必有的。所以以弗所書5:16講到要愛惜光陰，我們的光陰是很寶貴的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每一天，很多人就說還有明天，明日復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我生待明日，萬事成蹉跎。我唔識，我都唔識啊。你有冇讀過啊？有啊，以前我兩句讀過。OK， 好。我哋其他老師就好啦，即係話咧，其實好多人就聽日總有時間，我仲係後生，仲有長嘅時間。不過話俾我由後生到而家好似好快，真係快得好緊要。小學嗰時啲時間好耐噶，好似好慢噶。到中學咧快啲，到大學又快，到侍奉咧係直拎咗，一陣間有一年噶喎，非常快。所以我哋珍惜有而家嘅時間。嗱呢個世代好多人好沉悶喎，有啲人同我講好悶啊，好悶啊。我有時見到啲細路仔好悶好悶啊，冇嘢玩啊，冇嘢做啊。嗱就係因為佢乜不斷要有刺激啊，佢唔能夠安靜做人。如果你發覺你成日都要刺激，一得閒咧就攞個手機出嚟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咁嘅時候咧，你嘅心一定要有啲嘢 occupy 咧，其實咧，你嘅就變成一種捆鎖啊。但如果你嘅心平穩安靜，你咧嘅心裏面咧唔一定要受影響嘅，咁咧就冇耐性。而聖經講到嘅聖靈果子，包括係忍耐嘅，有耐性去做嘢。大家有冇耐性去一路做一樣嘢？其實我講俾大家知，我研究聖經啦。我以前咧係我哋冇呢啲咁嘅電腦工具噶嘛，咁咧亦嗰啲查聖經咧係一本聖經類篇啦，咁咧佢又唔係將成個經文列出嚟喎，就係、是、一段仔，咁我查，譬如我查喜樂咁啊，咁佢又列出，跟住我逐節去揭嘅，有好多嘅查聖經咧，我係逐節咁去查嘅，有時我要查一樣嘢聖經，即係冇呢個詞咧，我係成本聖經睇過曬去揾呢個主題。咁而家快好多啊！而家用電腦一搜尋，噉一聲我已經揾曬出嚟。咁但係依然要去做嘅。咁我係做過好多呢啲功夫，所以我好多經文喺個腦裏面咧係會有印象嘅。咁有好多人會能夠念到出嚟，有好多咧係佢心裏面咧有印象，係大約係點樣嘅經文。咁呢個就係用咗好多時間，先能夠我今日能夠咁多嘅教導喺個腦裏面咁清晰啊！亦都同一樣嘢好緊要喎。就係學到個腦嘅思考嘅能力，同埋清晰嘅思想啊！到我而家64歲，仲有幾個月就
兩蚊搭車嘅，已經最後幾個月啫。哇！黐線，兩蚊搭車幾歲啊？六十五歲。六你仲有一段時間。咁咧，但係依然我嘅思想係非常清晰，非常有目標性，非常有動力。咁呢個咧就係由細個嗰陣時一路操練嚟嘅。好啦，憤怒啦，好多人咧就喺憤怒裏面隨意嘅發嬲。箴言十四章十七節一齊讀啊！輕言犯難的行事如網，設立詭計的被人恨惡。雅各一章二十節，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，怒氣係唔能夠成就神的義。你見到佢唔好，你話你真蠢啊！會唔會成就神的義咧？會唔會佢變得唔蠢咧？唔會㗎。你越怒氣，佢越唔改變。所以用怒氣改變係一個最唔好嘅方法嚟嘅。咁咧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節，但係不輕易發怒就點樣啦？勝過勇士，自服己心的強如取勝。你能夠處理你的生命咧，你係勝過勇士，你強過取勝嘅。所以你當你想發嬲，嗱有啲人見到人嬲，就好難唔嬲喎。佢鬧我，我點可以唔鬧佢啊？但係當我哋喺佢鬧我嘅時候，分辨到係佢嘅問題，佢嘅脾氣係佢嘅問題。當我唔受影響嘅時候，反而那個是真正的德性。求主幫助我們，你想發怒的時候即刻平靜下來，主耶穌幫助我在這一陣德性。其實德性呢，你就是現在這一刻 德性就可以了，每一次都是現在德性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永遠都是現在德性，不是將來德性，是現在德性。還有被人影響了，詩篇三十七篇八節，當止住怒氣，離棄憤怒，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。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，因為被人影響了。他衰我就猛整怒嘈，但他衰是他的問題，他有問題我就在神裡面得到平穩安靜去影響他。他衰我不需要發怒的。還有人破壞不到神在我生命的計劃，因為神定了的計劃，只要我聽神的話一定會成就。只有一個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是誰呢？魔鬼啦，自己啊，是自己破壞。人魔鬼想破壞，但你可以攔阻他破壞，所以真正破壞的是我們自己的。所以我們自己說神啊，我不被人影響，因為人多數發出來的，多數當他不順境的時候發出來的是正面還是負面？負面的都是很多是罪的影響。還有你發覺有些人他經常都是負面的，那這些人呢，我們就要學習不被他影響了。亦都其中一樣很有幫助，就是降低期望。即係好多人點咧？好希望屋企人唔再發嬲啦，但佢永遠都係發嬲，係咪啊？點解佢繼續發嬲咧？因為佢嘅性情就係發嬲嘅，即係佢本身都係咁。所以我哋降低期望咧，就唔會咁失望啦。詩篇一百一十八篇第八節：投靠耶和華，強似倚賴人；投靠耶和華，強似倚賴人，即係唔倚賴任何一個人。當然一定有啲依賴，譬如你一定依靠你父母煮飯啊，仍然間屋住啊，咁你仍然係都係佢供應你嘅。但係你唔依靠佢，成日成為你嘅安慰。啊，佢有俾你安慰，你感謝神。但係你如果依靠佢成日俾你安慰，你可能會好失望。你數翻佢安慰你嘅日子，可能唔係好多。其實你諗多啲係可以有多啲嘅，你諗多啲佢好嘅嘢多啲。但係如果你期望佢日對你態度好咧，有時你會失望，但是呢你就是神啊，我不計較，將我期望降低，他是有這個問題的，我不需要被他影響的，那你的心呢就會平穩安靜。你任何的情緒問題或者甚至是憂鬱都可以得醫治的。很多人不願意處理生命有什麼藉口呢？這些我讀你不要讀，為什麼呢？這些我不想你說嘛。我現在還能不能處理問題啊？這個問題太大了，不行了，我沒有能力呢，我沒有動力啊，這個困難太大了，我不由自主的，不是我不想自己的，任何人在我的情況都會失控的啦，你會不會失控啊？這些都是一些大話，我有長期情緒問題的，你不要叫我改變，我是長期病患來的。其實無論困難多大，我們今天都可以改些少的，一日改些少，你慢慢越改越快。我自從那一次收了電話，在我經歷聖靈充滿我分享，他就發怒，我就收了電話，我祈禱發覺失去了喜樂，於是我就神就感動我一定要處理，我就打電話給他，我說如果我令你不開心請你原諒我，
咁其實我冇犯錯喎，我分享啫嘛。但佢依然發嬲，咁我收咗電話之後我就唔計較啦。咁我就又起落翻喎。神就提我以後有親問題就咁處理，以後有親問題即刻處理，唔好等，即刻處理，唔使放在心上嘅。咁我就真係發覺咧，咦又得嘅喎，咩人我都唔介意佢有咩做錯嘅地方，咁嘅時候咧，的而且確係得嘅。所以有一句説話，大家可以學習講嘅，唔緊要，唔緊要。自己做錯咧就要去改，但依然做錯一陣都話唔緊要，做錯都可以改翻嘅，係咪啊？做錯可以改翻，最緊要咧係以後改。但呢一陣咧係唔緊要嘅。咁啊，委身嘅程度啦，即係嗱，有我講幾樣嘅程度，幾樣嘢，一個咧就係同神關係啦，第二咧處理生命啦，即係點解有啲人咁大打折扣呢？第一同神關係唔好啦，第二咧佢處理生命啦，咁第三就委身啦。羅馬書十二章一節嗰度講到咧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唔好效法呢個世界。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就能夠測驗神嘅善良、純全、可喜嘅旨意。但好多人話神嘅旨意好悶㗎，唔得㗎，我唔中意神嘅旨意，我中意我啲有玩有得食，有得 wet， 咁咧就覺得呢個係最好嘅。但係其實呢啲一切都要過去。但係神嘅咧，你一樣有得玩，一樣有得 wet， 一樣有得開心喎，一樣有得笑喎，一樣有得係享受生命嘅。其實我而家都好享受生命喎。我又享受生命，我又享受侍奉，咁樣好唔好啊？係可以係咁喎，委身。咁委身亦都好多人咧冇方向啊，心懷異議嘅人喺一切所行嘅事上都冇定見。一間就話：哎呀，好啦，我侍奉主啦，全福音啦。講到嗰時，好啊好啊，我制。一間咧翻去屋企咧就：哎呀，屋企人太難搞啦，啊啲工作太難搞啦，仲冇方向，冇一個目標啊。我係一個清晰目標，喺我在生嘅年日，如果我有70歲。如果我80歲，如果70歲只有6年；如果我80歲有16年；如果我90歲有26年，我係會咁樣計時間嘅。如果我有咁嘅時間，我點樣善用我嘅時間？我有一樣嘢一定要做咧，就係我離世之前一定要寫好我要寫嘅書啦，可以傳留俾更多嘅人。咁呢個咧係即係我定個目標，同埋去更多地方，因為我知道有地方佢唔會睇嗰啲書嘅，我一定要去嘅。一定要去，同埋建立訓練更多人願意俾神使用。我有呢個目標，你嘅人生有冇目標呢？可能你話唔得嘅，你有冇唔得？你由開始影響你嘅組員開始先，影響你嘅家人先，影響你嘅周圍嘅人。領敬拜嘅時候，彈琴嘅時候，充滿喜樂，充滿愛，將神嘅同在帶出嚟。嗱，呢啲就係我哋日常能夠做得好嘅嘢。處理自己嘅情緒，每一樣嘢進步些少，就已經係非常好啦。同埋侍奉嘅能力啊，好多人咧，我哋一齊去，哇！有個地方好想有人去幫我哋手喎，今日去得唔得？得，不過我去唔知做乜嘢喎，唔識做。嗱，好多人係唔識做喎。咁其實我咁多嘢係全部都係要練出嚟噶，我樣樣都要練出嚟。彈琴我係練咗好多，以前咧我喺做青年工作嗰時啦，我有時一日咧，因為我一個禮拜有13個聚會，但係咧我中間有空檔。咁我預備好材料咧，我就會彈，有時一日彈6-7個鐘頭。哇！彈咗一首詩咧，喐得好快喎。所以到我而家其實我冇練嘅，因為我太多嘢要做啊。但我依然咧手指喐得好快，64歲啲手指依然喐得好快。咁就神喎。咁呢個咧就係練出嚟嘅，聖靈充滿啦，為人祈禱啦，輔導啦，呢啲全部都係練出嚟嘅。喺聖經講《士不所書》4:11，他所賜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的，有牧師和教師，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牧師傳道是建立你，等你建立基督的身體，不是我們做完，是你一起做，是不是？是一起做這個侍奉的能力，還有爭取侍奉的機會，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做什麼時候都好。有時你搭巴士，有時你跟隔離嗰人，有時兩個人傾偈，有時食嘢，你就爭取機會。你問下神，我可以講乜嘢，神就會帶領你嘅，感動你。勇氣啦，勇氣係非常重要嘅。你冇勇氣咧，你就算好識，好多人好識喎，但係佢總係做唔到出嚟。唔怕人咧係一個好重要，唔怕人先有勇氣嘅。以賽亞書5:12，唯有我是安慰你們的，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？怕那要變如草的死人，使乜怕佢哋咧？你傳福音佢唔信係佢嘅問題，其實佢好蠢噶。
佢拒絕咗，唔緊要嘅，唔使怕佢嘅，佢唔信。我哋繼續努力，我哋繼續去祝福佢，亦都唔好以神為恥喎。嗱，呢個警告好嚴重啊！馬可八章三十八節，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，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從天使降臨的時候，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。如果世上我哋將耶穌當作可恥，唔敢講俾人聽啦，神亦都將我哋看為可恥嘅。哈利路亞！其實個秘訣就係與主同釘十字架。你話唔緊要嘅，冇所謂，受下苦有乜所謂啊？俾人拒絕唔緊要嘅，付出代價唔緊要嘅，有人笑我唔緊要嘅，就算我受啲苦逼迫又唔緊要嘅。當你咁諗，你就冇所謂。其實我諗好曬，我點樣諗好曬咧？有一日就算我有好嚴重嘅病，譬如就算我有癌症，我會點啊？唔緊要噶，有癌症咪上天堂就上啦。如果未上得，咁咪祈禱啦，成日祈禱咪更加有力量，有神嘅同在，會經歷到神更大嘅同在。即係我有心理準備嘅，或者有一日受逼迫，或者甚至俾人捉咗去坐監，唔緊要，因為神會與我同在，我一路親近神，神一定會祝福嘅。呢一種心態咧，即係我預咗最困難嘅事我都唔怕嘅時候，我就乜嘢都唔怕。但係好多人就好驚，好想事情順利。曾經有不同嘅人話俾我聽：我幾時覺得神愛我咧？係當我事情順利，佢發覺好多時候事情係唔順利嘅。但係我嚟講唔緊要，總之我有神，最緊要掹住神，順唔順利唔緊要嘅。嗱，我以上所講五點，第一就係點啊？同神嘅關係，即係我哋咩難阻我哋啊？第一同神嘅關係，第二處理生命，第三委身，第四侍奉嘅能力，第五勇氣，即係呢啲其中一啲因素影響我哋發揮出嚟啦。再講一次啊！啊，多謝啊！你係即刻打定係咩啊？教書嘅。而家教書啦，非常未教書啦，咁啊好有潛質啦已經。嗱，一齊再講啊！第一係咩啊？同神嘅關係。第二咧，處理即係話同人關係，你係咪同神有好嘅關係？咁你就可以提升喎。第二，處理生命裏面不同嘅垃圾，記得嗰啲係垃圾，人講嘅負面又係垃圾，唔好再重複諗。第三，委身，委身俾神。又第四咧，信心。服侍嘅能力，呢個要操練。咁你就由而家開始，你幫一個人，你幫到第日就幫到好多人啦。我都係咁開始，一信耶穌我就幫好多人啦。第五咧，勇氣，夠膽行出嚟，唔怕人拒絕。嗱，有一個 PIE 啊 ，pie 咧，你中意食蘋果 pie 啊？中意。嗱，呢個會幫我哋反省嘅。P 就係 pray 或者係 plan 祈禱或者計劃。P 第二咧 implement 實行出嚟。第三評估 evaluate， 然後評估之後又再祈禱，又再計劃，然後又再實行，再計劃，又再評估。咁咩意思呢？咦，我傳福音唔得，我今次評估下點解唔得呢？於是有新嘅計劃，我下一次傳福音嘅時候用咩方法？然後咧就行出嚟，咦行出嚟又有啲改善喎，有啲問題又繼續咁評估。呢一個方法咧係非常有用，我希望大家一生都用。點解做得唔好？今次有咩原因？評估咗之後，反省之後，跟住咧就實行出嚟啦。我哋先講到就係、是、有啲人話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但係咪一定呢？唔係一定。嗱，我哋總有啲性格一樣，點樣呢？譬如感性嘅人總係會感性，不過佢可以唔係成日低沉，佢係健康地有感性，係健康型就得啦，即係可以變得健康嘅。健康基本上加乜嘢咧？加多啲愛啦、關心啦、耐性啦、唔好發脾氣啦、睇重人啦，呢啲就係健康嘅質素啦。當你咁樣做，喺無論你翻工，無論你做乜嘢嘢都好啊，掃地都好啊，或者你嘅性情嘅操練、處理嘅情緒啦，追求卓越，其實我哋今日所講就係追求卓越。在神裏面做得更加好，傳福音啊，建立小組教會生命目的，無論乜嘢都好，就算你等車嘅心態，一定等車，哎呀咁耐都未嚟㗎，哎呀點解咁衰㗎，梗係咁，啊啲車特登避我㗎，咁啊，因為明明嚟到就梗係走嗰啲車，我次次一車站嘅車就走㗎啦，嗱呢個就係一個負面嘅諗法，呢個就要處理啦，求神幫助我哋，就係由呢啲小事處理。你嘅生命就可以提升，並且成日有神嘅同在啦，整個生命可以提升。
但係你未完美之前可唔可以侍奉啊？可以，都可以侍奉嘅。嗱喺呢一陣，我哋一齊祈禱，求神幫助我哋。我哋生命裏面咧，有啲乜嘢嘢攔阻住我哋嘅？嗱，今日講到我哋嘅生命，好多人咧分別好大喎。我哋而家人嘅能力好大，甚好有啲大有啲細啦，甚至有啲咧係負面影響喎，令到周圍嘅人唔係咁愛主喎，對教會亦都負面影響喎。啊，同樣一個人，有啲人咧成日都有人幫佢嘅，永遠都係受助者，永遠都係令到拖低其他人嘅。但有啲人永遠都係拉起其他人嘅。我一齊祈禱，一齊喺神面前安靜。主耶穌，求你赦免我哋嘅罪，省察我哋嘅內心。我哋裡面有啲乜嘢係最大嘅攔阻？我哋裡面有啲乜嘢攔阻我哋嘅生命嘅？有啲咩情緒啊、負面思想啊？有啲咩困難啊？有啲人可能話好忙，但我哋好忙，都可以喺忙碌中去倚靠神，去親近神，都一樣可以說話講說話有榮耀神嘅，有正面影響嘅。求主耶穌你幫助我哋省察我哋嘅內心，幫助我哋咧係唔俾呢啲嘢影響，靠住耶穌得勝。我哋禱告神就幫助我哋選擇信服，脱離呢啲所有嘅唔好嘅嘢。嗱，呢陣我俾大家啲安靜嘅時間，大家諗一諗，到底我有啲乜嘢攔阻住？點解唔能夠提升咧？咁有提升咧，我哋又恭喜自己喎。我有咩提升，我哋又恭喜自己啊！我有呢啲進步，感謝主。咁我哋可以繼續提升啦，即係我哋可以反省我有啲乜嘢提升咗嘅，感謝主。我點樣可以再提升多啲？有啲咩棘住嘅？我哋咧又求主耶穌幫我哋睇得到。哈利路亞！我哋反省喺我哋生命裏面，我哋係咪十年如一日咧？我哋喺過去一年有冇啲乜嘢進步咧？有冇啲咩係停滯不前嘅咧？甚至係退步嘅？求主耶穌憐憫赦免我哋嘅罪，求主耶穌幫助我哋省察我哋嘅內心，幫助我哋珍惜我哋生命，我哋生命好寶貴，極度寶貴，可以祝福好多人嘅。我哋嘅生命係極度寶貴，求主耶穌幫助我哋，唔好將我哋生命抌咗落鹹水海，嘥咗佢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啊，邊個喺呢個時候咧？你有願意嘅咧？你可以大聲開聲祈禱，你係神啊，幫助我衝破某一樣嘢，可能情緒啊、負面思想啦、啊、負面嘅説話啦、啊、俾人影響啦、啊。膽怯啦，冇委身啦，嗱你大聲講出嚟，呢個鼓勵其他人。你大聲話神啊，幫助我處理我啲情緒，讓我咧能夠平穩安靜、充滿喜樂嘅。有邊個願意嘅？嗱，呢個都係一個提升嘅方法嚟喎，就係願意膽量衝破。有邊個願意嘅？大聲講出嚟。主耶穌幫助我們能夠處理我們的生命，能夠看到我們生命的弱點，能夠膽量向前行。主耶穌和我們一起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一日進步些少的，一日進步些少，我們就會繼續向前行，每日進步些少，我們就越來越改善。多謝天父。